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诸葛马玩具，它不需要任何能源装置，不会造成任何环境污染，它是集健身娱乐于一体的新一代玩具，那就是诸葛马玩具。该系列产品拥有活泼可爱的卡通动物造型及坚固稳定内部构造，神奇动物玩具的小朋友只需利用自己的体重压玩具背部的弹簧，就能让动物前进。此外，每种动物还配备了一只音乐盒，小孩们在玩的同时还能聆听动听的音乐，能玩得更尽兴。一、造型美观。诸葛马玩具是精心设计的艺术作品，外形精致可爱，满足了儿童对动物和宠物的喜爱和亲近心理，同时可供各年龄段的人欣赏。二、娱乐性强。它可以让儿童骑着跑，满足了儿童希望像成人一样骑马，或者像卡通片中的角色一样能驾驭动物奔跑的想象和愿望。三、健身。它可让儿童在娱乐中参与运动健身，符合健康理念。四、环保。本身不需任何能源，由儿童骑乘即可行走，具备了绿色环保产品的特点。五、安全。外包装采用毛绒等面料缝制。